你看看符合不符合你妈妈气质好不好？因为表姐这边的话，珠宝就是说这些东西比较多，如果说那个的话，你看看好不好？我打给你看看，好吧？没来问来题。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姐姐戴个口罩，姐姐怎么不露脸对呀、啊，呢？怎么长好漂亮。戴口罩啊？对对对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表姐这边经常没在那个没经常没在那个线上露过脸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说也不方便露脸，所以说，所以说就那个啊，所以说就不要见怪啊，咱们改天带着你，咱们再约一下，好吧？这个你不用，不要建议，因为我表姐。啊，对对对，来来，那个糖糖是吧？啊，对，糖糖真的长得好甜美呀、啊！来来来，表姐给你拿了这一款，你看一看，这个全部都是什么呀？就是那种王字加一点的，看到没？对对对，然后你再看一下，你来，我给你挑，我让助理给你拿了几条，来，你看，因为它这个每一个的话，就是成色都是稍微不太一样的，来，看一下，你这个什你。么呀？我很没有车感的。对你觉得，没事没事，姐姐你先说。我就是说，你觉得我那个，姐姐给你挑的这几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它每一条的话，它的就是水头跟那个都是不太一样的。来，我就这样给你展示。哦，你这边，是没有车是吧？我就展示给你看一下。你看这，你觉得哪一条合适？让大宝看吗？大宝你看。我看一下。来来，我再给你看一眼。姐姐，你得对着自己说，因为，好好好好。啊，姐姐对这个线上，因为我们全部走的就是什么呀？那种海外那边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他这全部都是那种私人定制的，知道吗？姐姐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不卖货的时候不能直接这么讲，然后他这个平台不允许，知道吧？咱们对着你得不好意思，就得对着你的脸，你拿给我们看。可以对着我的脸是吧？来，我再拿出来给你看一下。来来，你看这一条怎么样？来，你挑一下。这前面的话，这两条的话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王子加一点的，应该你都知道。然后这一条的话就稍微那个一点。这条怎么样？但这条就是价值可能就高一点，这一条的话大概就十几万了。但是我想知道，我想说的就是，大宝肯定也都会那个，也肯定会挑，肯定也是都是好的。然后这一条你知道吗？我刚跟你讲的，大宝你觉得呢？觉得还我是给，多看一看吧，我多看一看吧。给你多，多看一看，来，我给你看一眼这个，就是我给你讲一下，它这个就是。绿玉髓的，我不跟你讲多了，可能你这不能多说。但是这一条的话，它的价值全部都是在十几万，就是12万8的，我们全部都供给，你知道吗？全部都是供给，就是那种明星富太太他们专门定制的那一种。刚才我给你看了，它的跟其他两条的，它的一个什么呀，一个水头，它都不一样的。而且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全部都是。它这个品就是玉髓，你知道吗？它是非常的好，它能够一条十几万。我给你看一下它的水头啊，来，我就这样给你看一下，可能你不太熟，看到没？它这个水头非常的就是清透，就是透明度非常的高，你知道吗？它质地非常的透彻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的颜色就是非常的，就是色彩非常的丰富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分为什么？绿的还有黄的，因为它色彩非常的足，特别是这种绿的，你知道吗？它属于那种极品当中的极品，价值非常的高。而且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请的，就是那种一流的那种设计师设计的款式，而且它这个就是纯那个手工打磨的，就是30年工艺师傅手工打磨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家人们好多说要黄金，我跟家人们说啊，给我妈妈我送。跟你讲，这样跟你讲。就是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，就是黄金有什么？黄金有价，玉无价。那个无价知道吗？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因为，还有一句话就不这么说，就是
这个东西你带它，它你带它一年，它养你一辈子，因为它这个东西里面它全部都是那种在那种地底下就是自然形成的，就是吸收在地底下沉淀了几千年自然形成了，它里面含的有一定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知道吗？它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好，知道吗？它不单单的是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一个东西，所以说它的价值非常的高。家人们，我觉得上次送糖糖黄金，但是我觉得送他妈妈送黄金对有点太俗了，我觉得他妈妈这样的年纪的话、而且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就是送那个就是送那个黄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真的是有点俗，说实话糖糖的妈妈刚刚我也看了一哇，第一眼给人感觉都非常的干嘛呀，高贵典雅大方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现在的很优雅，你像那明星那些富太太，我们那富太太那种酒会穿全部带什么这一种东西，知道吗？就是王自家一点的东西。我觉得小姐可以等一下拿出来我再看一看。拿出来你再看一看是吧？来，我再给你看一看这种啊。对，我看到了啊，糖妈妈是董事长是吧？来，不是那个，所以说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送，我跟你讲啊，董事长喜欢什么？你像我跟你讲，人家都说了什么呀？穷戴金，富戴什么表？真正的大款全部都是戴什么呀？戴那种什么，就是王自家一点的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买个你现在黄买个什么黄的才值多少钱？黄的我跟你讲，黄的真的是，黄的现在你看大概值多少？那没事，表姐你拿出来，我再看一下。我给你看一个这个。我相信猪猪，我相信糖糖的品味，来。这个挺好看的，因为没有车，就像你说的没有车，我就不给你过多的展示的啊。来，你可以挑，你可以先挑一下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我们这个它不单单是什么呀，王自家一点的东西，而且它上面还有什么那个黄的，知道吗？它是现在不单单是全黄的，戴上去给人一种很那啊、一看就是人家说你富贵就是很隐藏的，一般戴那种什么，就是说那种王子加一点的东西，它能首先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品味和一个人的韵味，首先很高贵很典雅，对不对？是，我觉得刚才表姐拿的最后一条还行，表姐你拿出来给我的叔叔阿姨们看一下啊，来我们看一下。对，这个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这个配衣服的话，就你穿一个素一点的衣服，然后这个配这个是不是感觉还可以？我觉得这一条戴上去，你妈妈就显得就很贵气，像富太太一样。我觉得你妈那个气质戴这种就显得很，是吧？富太太的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啊。那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行的扣一，家人们觉得行吗？我真的觉得可以。扣二。那是戴脖子上的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全部都是戴脖子上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些东西，他虽然说那个，但是这些东西全部定给什么呀？全部定给海那边的那些富太太们，那些明星全部戴这。你就像那个赵什么芝的，我不说其他的，那个赵什么芝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应该我们都认识是吧？他们现在，你看他们出门，他们哪一个就是我们给的那些什么明星那些富太太们，他们出席的一些场合很少，是不是很少戴那些？那个黄的，他们全部底的带的全部都是这些，因为首先这个东西它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气质，知道吗？一个人的品味都看在他就是带的身上。戴上让我看一下好不好？麻烦你帮我戴一下。来，我给你戴一下啊。对啊，很多家人说这一条好看了，我觉得真的很 OK， 哇，你妈戴上去肯定很有气场。对，因为我可能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，可能就是说，因为这个的话，它适应的年龄稍微那个，我今天穿的衣服有点偏那个，知道吗？偏海边风的一点，知道吗？因为可能年龄的问题，知道吗？来，你看看是不是它上去之后，是不是戴在我们脖子上？我不露多啊，戴在我们脖子上是不是很显得那种高贵的那种气质？是不是？而且主要是特别适合我跟你妈妈的气质有点不太一样。特别适合糖糖妈妈的气质。这里
码不一样了，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其实我觉得了解戴这个就是金戴也可以，然后以后挂个坠儿也可以。对，而且我们这个你知道吗，我们这个它能做成一个项链，首先它的价值达到了，而且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玉髓你知道吗，它是单颗卖的，就是一颗小珠子一颗小珠子卖的，它能做小吊坠的知道吗，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成品，做了一个就是说项链。长发短，你这个要回去自己要再弄一弄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就是体重跟那个都是不一样的知道吗。哎，表姐，这一条多少钱啊？嗯，这一条的话12.8万多。对，哎呦，你还担心这个问题，表姐给你还能有那个表姐给你优惠价，知道吗？这个我知道。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是要送可能他妈妈的，我觉得还是要拿贵重一点的好一点。对，是的。是，就是要，因为表姐这边也可以给我优惠一点，其实真的就要送贵重一点。对，你这样，那个大宝，我这样，我给你一个，就是说我的一个进货价，给你一个成本价，对，好吧，我这边我看一下。我给你一个成本价，我给你一个成本价是八万多。对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看看这个价格，可以的。而且你糖糖，你不要推脱了。我告诉你，首先他能够拿出来送给你母亲，就是说明他对你一个诚，对你母亲的一个尊重，对你母亲的一个诚意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家人们觉得可首先他肯定会，我跟你讲大宝，他首先要把糖糖捧在手心里面，是不是？家人们觉得是不是？而且我们家能娶回来这么漂亮一个什么媳妇儿，真的是太好了。你看看糖糖温柔甜美，对不对？很懂事。不是啊表姐，我知道这个，因为珠宝我也懂一点，我知道这个东西不便宜，但是我是有点心疼大宝嘛，我觉得他才刚创业什么的，然后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对他来说，有点太多，是不多，就是想我送一点，帮我送一点好一点的东西，就是让你妈妈能感受得到，就是说我的一些诚意，你不能送一些便宜的东西啊。我这个黄金那种就不大行啊，我觉得黄金就也衬托不了。妈妈那个气质，我刚才看表姐一戴上去，她戴已经很好看了，我觉得你妈妈戴应该更好看。对对，是的。她，我跟你讲，糖糖，你就不要推脱了。我跟你讲，大宝，你就要拿出咱们家男人的本色，知道吗？一定要好好的。对待糖糖一定要好好的，知道吗？一定要好好的给那个给糖糖妈一个很好的一个见面礼。可以，那我就这个是吧，很好吧，你相信表姐不会错的，我告诉你。哦，娶糖糖赚了，真的。大宝把糖糖娶回去是我们家的荣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的真的是我们家的荣幸。表姐，那我给你转钱过去吧，好吧？你现在就给我转钱过来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就给你转，好吧？就那一条了，好吧？转个定金。你给我，你现在就给我转啊？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啊，给你转吧，我现在给你转。啊，好好好好好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糖糖他给你买东西，千万不要推辞，知道吗？这是他应该做的，你都应该学会接受，你要对不对？大宝，你要对糖糖好一点。这边啊，支付宝到账1万元。哦，我收到了那个，我收到了那个大宝。可以可以，那我这个怎么拿？我现在是在荷兰了，我这怎么拿？荷兰？你现在
你现在来这边了吗？